啊、各位同学、啊，我们请就坐好、哦、我们要开始准备上课了、啊。各位同学、啊，我们这节课是由潘又谦潘老师带来演讲哈、哦，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谢谢。大家搞炸，今那去看眼道。哦。 吼、啊啊，今仔日上课规日诶啦，吼，啊会较忝，啊今仔日要讲诶即个课就是战争法啦，啊标标题就是打架怎么打，啊战争什么法，啊咱咧读国际法诶时阵吼，无一本册，无或者一本册或者国际法，啊甲代志甲规个国际法拢讲了了，国际法是一个知识范畴啦。 伊是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伊有有条约、有公约、有国际惯例，定定啊。李嘉先请请教大家吼，即、這个今仔日第一摆来上课的，请举手。哦呵，系啦，所以初级班无上过嘛吼、哦、今仔日是高级高级班嘛吼，哦、嘿啊，敢若来上高级班的，就是今仔敢若顶两礼拜无来上过初级班的請請，请举手。 哦，所以恁头一摆上高级班，安尼听即即门课会小可较较定啊吼、喔，因为佮初级班会会甲你讲一寡基本观念，啊，这会较讲到即个法律文的物件，啊，我甲即个课甲位置对即个新台湾论吼，若无要新台湾论的，赶紧去去买，因为咱的即个国际法的迄个论述吼，伫即个新台湾论内底是真完整的。 啊，搁后壁出的迄个四本诶战争史回顾内底，我对遮内底甲资料抾出来。啊，今仔日即门课大概是咧控制咱上加九点二十啦，吼，来。国际法、战争法，咱是讲啊，战争啊，着小拍两国小战啊，啊，它有啥物法律？小拍敢有几矩？敢敢有啊、哦？啥物几矩？拍甲赢为止。 啊，是拍到四维机，拍到四维机啊！吼咱诶观念拢安尼嘛，拍到四维机啊！吼，啊个拍拍个啊，歇困一下，吼，喘喘两分钟啊，去拍。咱即摆你你讲诶国际法诶法吼，迄是一个文明文明诶，即个人类诶历史到现在，豆豆仔对即经验演變,变出来啦。吼，过去当然部落也是人甲人中间。 虽然有拍过，有小拍过嘛，知影嘛吼？拍甲对方认输，还是拍甲对方走无路安尼啊？啊，咱过去咱用小拍嘅观念若来看战争吼，会差真远啊！吼、哦，咱来看，人类冲突就是对制度开始，对心理状态啦？对制度开始啊！吼、哦，制度啊！啊，制度诶，倒边面就是信任啊！ 啊，嫉妒吼，嫉、哦、妒这个中文词吼、哦，其实没有办法完整的诠释这个“哈、哦、jealous” 这个这个文字啦。所以这这个你要用猜忌来讲吼、哦，猜忌会较完整解化猜忌较完整。啊，为什么有猜忌？就是因为没有信任啊，没有信任啊，这是咧指关系、感情关系一种。 人甲人之间嘅一种关系观念啦、啊啊，吼，啊伊冲突的根源就是信任关系嘅破坏啊，所有大大细项代志拢是安尼，人仔某离婚，从你迄个争，迄、那个在做善，大概拢是即个基本原则产生出来啦、啊。呃、啊，猜忌也是制度即件代志吼，比你比较好诶，你敢会制度。 会咩？会啊、喔，有的人会啦，有的人会啊。所以台湾人有一个无好的习惯性，看袂得人好，啊，人也做啦真好，啊，就想要炸场啊，买。真侪人有即种想法啊，即种就是猜忌啊，还是嫉妒啊。啊，你敢会嫉妒比你比较歹，咩？因为比,我比较较歹啊。其实嫉妒吼，毋是咧。 制度比你较好啊，较歹。制度诶，原点啊，著、就是制、這、度、個，就是讲吼、哦，即、這个人你认为啦，即、這个人无应该得到遮尔好诶款待，啊是遮尔好诶福气啊。你个人认为伊无应该得到比伊即卖身份较好诶待遇啦，即种著是制度啦。哦，所以即个人比你较好啊，是比你较歹，毋是制度诶原因啦、啊。 嫉妒的原因就是你个人认为讲，啊伊无应该，逐天底下营业敲电话，啊薪水领比我较悬，啊嫉妒，你感觉伊无应该啦、啊，吼、哦，啊所以这就是嫉妒的根源，伊是自我中心嘛、啊。全世界若剩一个人，迄个人叫做主人，民主，啊，若有两个人以上，就无可能有民主啊。啊，但但是人因为真济原因， 过去到即啊，咱拢倒转来，即个源头就是怎样讲？人就是自我中心啦。美国的独立独立宣言里底有一部分有讲着吼：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甲生命、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啊。啊，美国的宪法是安怎有即种观念，是因为因诶即个文化里底啊，啊因啥物文化？ 基督教文化，所以你不可能脱离基督教文化来讲人权，因为这拢是历史有迄个脉络，有那个痕迹，你可以追溯得到的啦。那来看下几圣经的出处了哈，《创世纪》第四章，伊叫了公仔来告诉夏娃、亚当、夏娃的是圣经故事来对讲的人类的祖先呐、啊，最开始有两两个哦，亚当加夏娃啊生这，嘿。 啊，下我生生即、這个一大囝叫做介仁，啊，介仁是即个正田诶啊，亚婆是即个无样诶，伊是伊是迄个牧人啊。啊，因因两个拢会献祭，着、就是古早时代，咱即卖咱咱讲咧拜拜迄献祭咱的观念，其实着是一个约的观念啊，约定啊，约的观念啊。啊，所以咱即卖咧讲国际法，国际法迄、那个法嘛是一个约的观念嘛。 最以上个基础的迄个法法律的观念吼，迄著对即个信用产生的啦。所以现经额分作旧约、甲新约，啊，这是约约的观念嘛，法律法制的观念嘛。啊，即个该问呢，该引呐，他献祭给上帝啊，啊，亚伯也献祭给上帝啊，结果上帝讲吼，我不喜欢该引的，因为该引敬惨的。 啊！亚伯献迄个羊啊，上好诶。啊，有人讲：“诶、欸，安尼，即、這个上帝食菜呀？伊未爱食菜，所以所以他较喜欢。其实毋是啦，即、這个圣经诶故事是咧讲一点啦、啊。上帝看人诶心啦、啊，内底心咧想啥物货啊？因为伊有照特别写啦，吼、哦、特别写啦。即、這个亚伯将他羊中头生的羊献上了、啊。” 就是第一罪的啦，想盖好诶，啊，线上啊，上帝看到一件心意，所以接纳了他的那个祭物了啊，但是呢，伊不接纳这个该隐的祭物，所以该隐嫉妒啊。为什么你接纳他不接纳我？嫉妒了啊,啊，所以第一件杀人案哦，圣经故事里面的第一件人类史上的杀凶杀案啊，就是兄弟自残。 啊、这个人教过有讲、欸、啊，上帝在甘问啊，甲伊问讲，哎，阿的兄弟在哪里呢？你的兄弟在哪里？呢？啊，甲伊变面啊，拜、欸，甲伊变面啊。伊讲我刚是，我刚是我、那個，阮迄个阮兄弟的迄个看看护人，阿是讲监护人。这个故事里底有讲了一点啊，人甲人的关系是要互相有责任、有义务互相照顾的。哦，这简单的一个人权的这个。 关联对家三星了、啊，所以该引剥夺了亚博的生命的权利啊！所以人有权利，人权，人讲人权，人权，人有权利，但是人嘛有义务啊！人一定有有有权利就有相对的义务啊！冇讲无权利没有义务啊！所以人对人有彼此照顾的责任。我对人开始讲讲讲讲啊国啦、啊，哦，咱为基說到說到上基础的讲啊讲啊上顶头啦。 所以，所有冲突的基本型就是价值价值冲突啦。传播冲突就是价值冲突啦。你讲一金钱呢？金钱就是价值啦。我感觉一个家庭啦，吼，我感觉，呃，买一台车三万块，哎、啊，著会使啊。我倒买三万箍，著会使。啊，阮太太感觉讲三万箍伤贵，汝爱买二手个两万五，啊，即著是价值无共。啊，哎，产生冲突。 啊，相对变呐，协调啊，啊，另外一种，弯家啊，弯弯街嘛是一种协调啦，吼、哦、较激烈式的啦，啊，协调就是比较温和式的，啊，弯家的是战争啊，啊，协调的就是协商啊，啊，我无感觉签合约，悄悄的喝啊签合约讲好，安尼即台奥迪曼用两万七千五百。 唔变呐吼，啊，两个人用个枪下脚，嘿，都差不多爱离婚啊，所以有两性的冲突啊，两个人关系不好诶，冲突、金钱的冲突、家庭的冲突、社会的冲突，所以冲突有作一种种类啊。啊，全部会根源的就是迄个巨大、巨大的冲突啦、啊。啊，解决冲突的方法协调，共亲有听过？共亲变属主。 啊，四组就是冲突的双方啊！啊，先来讲公亲，讲亲哪来？老母叫什物？叫什物？妹，母亲。啊，老爸叫啥？父亲。父亲啊，吼！啊，阿嬷嘞？妈亲啊！伊这是。 即什物亲什物亲，即只较伫迄个大衣内底较文文言啊文言文。阿、啊、阿公就是公亲啊，公亲。咱即摆概念是讲，爱是来做做一个仲裁者嘛。阿现在是公亲太，毋是妈亲太，毋是父亲太，毋是母亲。是因为过去若活较长寿诶士大人较有智慧啊，所以较叫阿公公亲来做仲裁者啦。 家庭纷争产生的时候，叫较是大人啊，有年纪的啊，较有智慧的来做仲裁者。啊，有伫外口咧找众的，差不多拢是查甫人。所以因阅历，呃，因迄个人生历历练较侪，经验较侪，所以邀请公证来做这个仲裁者。所以协调啦，啊，公正啦，也是讲解决冲冲突的办法哦，找公证人呐。 啊，是讲第三方仲裁啦，等于讲一撇免利我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来做仲裁，这是解决冲突的方法啦。所以有一个一门课叫做第三呃、啊、中性第三者冲突的这个课，吼，中性的第三者，因为解因为训练人免我去解决冲突的这个课的啦。啊，小拍就是一种冲突心态。 就怕激烈的冲突心态，就怕的类型啦一对一，电高机。我细汉刚来就是，一对一，电高机、哦，但是人类会演变啊，伊较大汉，我较细汉，我甲伊定嘛，安怎定嘛输，对不对？多对一，我，嗯，等于讲闹人，就、哦、怕要完结嘛。 哦，你伫遮卖走，好斗卖走。等我啊等我戆较早嘛是戆戆啊等啊等伊，啊只要叫人来了，红木死啊，哦，多对一啊，围殴啊，打架的心态哦。即、這、咱、個、等下正治化来讲着哦，共款的类类型拢会伫正治化内底讲着，多对多群架嘛，哦好，我即边输理，我一个人输理十个人，两日。 我叫二十个人，哦，多对多安尼啊，这是打架的心态啊。多对多加工具，本来拢用手啊，啊多对多加工具变械刀，哦哦，你你给刀哥，啊，我给，我给菜刀，哦，啊，大概是像呢。啊，族群对族群，出草，族群对族群啊，你去做，我去做，哦，我是迄个太野猪。 一起被拦住，说操，被争夺，因为冲突嘛，地盘嘛，资源资源资源的那个使用冲突，资源有限啊，但是使用的人要争夺最大资源的最大利益，啊，所以产生冲突啊這經學，这得跟这下嘛，杜劫了，好，经济学嘛，这种原理啦。所以战争是一种冲突的形态啊，帮对帮的战争。 战国时期了，帮对帮啊！那不是讲战国七雄，那个七雄迄个是帮，迄毋是国呢？那讲战国战国迄、那个，其迄迄时阵的迄个国个观念是迄个称邦吼、哦，就是地区性的一个族长，也是讲地区性个头人，要依靠用，要召集一群人来武装起来，啊，咱去争个，拍人去争的啊，迄个时阵历史就记载讲，哦，林家庄打陈家庄。 陈家庄打王打王家庄，王家庄赢了，并吞林家庄、陈家庄。啊，战国的观念，他们的棋，招，呃，扎己的闲嘞啦。吼还帮帮对帮啊，国对国的战争啊，比如两伊战争，伊朗、伊拉克国对国，伊拉克、科威特国对国，这叫做国对国，单一国对单一国。所以各各国加国的是。 你若用国是一个国家法人来讲，伊著是电国机啊，吼、哦，电国机。啊，当海山伊拉克的政权入侵科威特的时候，科威特较细汉嘛？对毋对？捞人来有无？捞什物人？美国啊！你用人嘅观念去想，即个国政政发大概是即个形形态啦，哦，所以美国的。 因为当然，伊有国际警察的身份啊，啊，伊就入去介入即个国家国诶迄个战争，一个国对多个国的战争，七日战争，你听过有？以色列七日战争，伊就是一个国啊，对过来讲，啊，这当然后壁哎有一寡支持啦，有目八有我都一对多啦，哦，以色列一个。 啊，参战方：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四个国家，四个国家打一个国家，啊，给我倒卡手诶！哦，我卖我卖正正，我该倒卡啊后边都一立出。来哦，这什么什么，这拢差不多，就是回教国家啦。啊，以色列是犹太教国家，所以价值是那个冲突的最基本那个原型的是价值冲突。啊，什么价值？信仰价值啊！ 一个回教，嘛，一个是犹太教啊？啊，你若可以看圣经吼，你也知影讲什物价值？因为回教伊刚嘛，因是长子啊，因为伊有共同的祖先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有生了一个儿子，跟他的女仆生的，叫做以斯玛利。伊干嘛因是大囝啊？啊，以色列干嘛因是大仔，是因为伊是正宫啊。亚伯拉罕的大母生的仔。 啊，当然，迄边边甲后边已经拢毋是即个问题啊！伊是感觉讲？我看你袂爽，你看我袂爽。我感觉我的圣殿应该去伫耶路撒冷。啊，你即摆以色列共伊哩耶路撒冷占起来，啊，变作阮袂当去耶路撒冷，吼、哦，做礼拜啊，是往明沙顶顶安尼。啊，所以煞三星足侪足侪足侪会冲突。啊，这冲突毋是干呐今仔日发较发生诶啦！这已经两千几冬啊，吼、哦，两千几冬啊。啊，所以。 你也看，伊即个时间点，一九六七年啊发发那个发生地点在中东，以色列军胜啊造造成了什么问题？造成了土地变更，政经料的有在一寡做些代志爱做的啊，多国对多国，他都我无讲，我即摆我一个人对你十个人，后回我叫二十个人，拍你十个人。多国对多国的世界大战啊，吼、哦，世界大战啊，多国对多国。 战争法的形成，哈，拿破仑一出生在一七六九年，啊，已死于一八二一年。伫这个时间，拿破仑他建造了一个帝国，法兰西斯。啊，欧洲大概拢惊加啊，伊嘛讲通敌讲殖民。啊，这个时阵，大家咧战争，发发觉讲，诶、欸，战争开始爱有一寡一、那个约束，袂当讲侵略。 因为你如果你侵略别人，改天也会被人侵略。那这样整个整个世界，因为世界的这种啊，注意洲干嘛会混乱，所以应该要有一个规矩，啊，慢慢的形成现在的所谓的战争法、国际法条约的形式，要怎么签，这个样子产生的啦。啊，小你可看,看这个时间点哈，一九七六啊，一七六九，一八二一年。 万国公法就是伫即个一八三六年，差不多拿破仑时代之后啊啦，开始大家感觉讲国际应该爱有一寡法律来限限制、来来规规定、规范啊呢。所以万国公法伫一八三六年出版啊，哎，这个、e《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就是讲国际法的即个初步啦，也是国际法的即个基本。 嘅概念嘛，这本册是咧大概是咧讲这个，啊，战战争法的来源吼，这这个是咧讲国际法啦，啊，战争法的来源就是，这个是国际，诶、这个，万国公法是规个欧美嘅社会公认讲人要将准则，这个做基本，做所谓国际法的基础，啊，慢慢啊产生新嘅律法，战争法的来源就是。 公约啊，還是条约、战争惯例啦，還是讲美国的一些最高法院判决。对，战争法吼、哦，就是战争必须遵守的规则啦。啊不，较早咱毋知啊，咱也无受到即种的教育啊。咱是讲战争，我看你袂爽啊,啊，啊，我即摆一粒飞飞弹，按钮甲起咧，啊，飞过兵咧，啊，我赢。啊，咱就想讲安尼，战争足简单，战争是一个足严肃的代志。我今仔日来甲战争法即条课讲了吼。 大家拢无想要战争，战争真可怕，真恐怖。无想要战争，是因为战争做老师，爱做做些代志。一个国家若要战争，爱做做些代志，爱照法来。若无照法，是会受到制裁。红样照这张，大家惊一下吼，这短时啊，插一下别款的图，给大家精神一下哈。这摔跤，大家有看过无？吼啊，拍真诶，啊，拍假。 给吗？啊，无汝去互拍一架看麦，会死袂？哦，拍真诶，拍假摔跤他是打多久？拍假是因为伊要拍死啊，吼，对毋对？伊要拍死嘛。啊，但是嘛，有拍到死诶呢。日本诶摔跤一个米沙啊。 伊著是拍甲总伫顶下顶悬迄个心脏病发，那个死去。我我把即时间摕出来我，那会感觉伊是拍真诶是因为伊真正咧拍，若上过诶、欸，上过初级班应该知哦，真诶假？诶要变哪款？伊真正有拍，即件代志是事实。啊，咱会感觉伊拍假诶是因为伊拍无死，是毋是？啊，感觉爱拍死较是真诶。 怕真的就是伊真正拍啦，啊！感觉伊假就是感觉伊拍不死啦？但是摔跤呢，你爱想啊，我有去看过啦，伫迄个台北的小巨蛋，一张票三四千箍、哦，啊！我入去吼坐一下，足欢喜，吼。啊！拍三分钟结束啊！出来，安尼敢对？我坐坐三分钟啊，三千箍。所以因爱因是虽然是摔跤，伊也是种。 表演的运动，哎、啊、嘛是真正拍，啊，因为迄有练过啊。啊无我去以学拍一个死啊，是毋是？啊哎，真正拍，啊伊爱拍，所以你会感觉讲奇怪，他咧拍拢袂动。啊雄雄伊个侧开去甲对方拍落，啊万一袂动，因为因爱互相保护，啊互相表演，啊到尾啊一定一个人体力较无，啊就输去。吼、哦，迄个是是,是,是幾,几部分啊？ 所以我不可能开三五千块去坐三分钟啦。啊，若真正相拍，那我甲人相拍过，做查埔个有甲人相拍过。真正相拍，差不多两三分钟，你都无力啦。啊，像那伊咱拍三十分钟，表演啦、啊，休困啦。啊,啊，战争怕啊，拍一工，啊一礼拜，啊是一个月，啊是一冬。啊啊、战争法搞有效。 够有效，够有约束力，有效啦。那无效，咱今仔去袂坐伫遮，咱今仔日咱的命运就是受着战争发作影响的啦。一定是有效的啦。我咧讲即下，英雄阁走一张哦，啥无仗，我想，哎、欸，太阁走来者，拍篮球吼？这线未当走出去，对不对？啊，你球走出去，啥物人懵着走出去，就是算对方的嘛。啊，所以。 你揢着球的时阵，即条线你是袂当搭着的。你搭着就是球胜对方的。即条线伫无人咧拍篮球的时阵，你敢会惊讲去搭着袂嘛？但是你咧参与拍篮球的时阵，你着会惊去着打到嘛？迄对你有效力呢？迄条线毋是白白一条话，你遐无代志的呢？迄是你咧拍篮球的时阵对你是有效力的。换一句话讲，啊，正争话敢有效？你无正争的时阵拢无效啦。 但是你若真正要参与战争的时阵若那先像你参与拍篮球，即个游戏规则，你爱遵照即个游戏规则。啊，有裁判，啊判讲你对甲毋对，你是毋是有犯规？战争发到这呢？战争的时阵，得摕出來用。啊，拍篮球的时阵，即、這个线的规则得摕出來用。啊，无战争的时阵，即、這、线、個、你安怎打安怎吞拢，不要紧，你倒到食拢不要紧。战争法的概念是安尼啊。 啊！以战争法的作用，战争法的体系，来《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那个红十字会关于战争的部分、陆军总署、那个美国最高法院战争的判例，这是一个体系，伊有足侪条，正这战争法，啊，这是慢慢啊，大家拍鼓啊，慢慢啊演变出来。 海牙公约的的系统哦，有这个巴黎海战宣言呐、啊、圣彼得堡宣言啊，甲这个海牙公约，这东西是限制作战的手段方法的条约啦，以及惯例法，所以爱限制，限制别别使安怎，别使安怎。战争回顾史来都有讲了哈，有关开战，开战的是参加战争的那个。 资格第一要达到的条件，开战没开始在哪？签署国承认互相互间敌对，必须以宣告战争、说明理由、最后通牒、有条件宣战的形式，事先明白警告才可以战争。战争爱先讲，我要给你怕。所以最近奥巴马没有宣告，我怕那个什么伊斯兰国。 哦，因为最近有一个宣宣告，啊，但是迄有合法无合法，我即摆看即个网络，外国开始有人咧讲，伊是毋是有受过国会的授权，啊，人会讨论即，是因为国外国际人拢知影战争法应该安怎开始，所以人会去讨论即个问题，啊，咱刚才看咧新闻讲，哦，奥巴马要战争啊，要拍安尼尔，裁判，即、这个裁判就是讲，即两个人拍的时阵，伊咧做一个开始。 有啊，开始的动作嘛，啊，这个法律就是这個作用啊。这個法律就是这個作用。开始战争，恋爱爱安怎开始？啊，摔跤有一个裁判者说开始，但是战争没公贺开始，战争是讲你达到某一个条件开始战争，所以战争战争是被严格要求的，不是随便就可以战争的。 顶头才有写了吼，这就是大概迄、那个、即、這个、即、這个内容的出處,处啦。你若有兴趣，你甲记落，来，等于现会较紧，因为我刚帮大家甲整理出来。这是台湾战争史回顾的第一百五十篇那一篇文章里面，宣战权。宣战权就是讲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伊的权利，伊的主权内底的一项，其中一项就是宣战权。 日本还没解禁的时候你无宣战权，所以日本不是完整主权的国家。宣战权的时候，这是主权的一部分了，一部分的权利了。中国殖民政权确定不是主权国家，一方面因为不拥有主权权利所生的宣战权，而没有保有军队的正当性。 另一方面，因为不享有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架构之内的自卫权，无建立自卫的正当性。对得起的公台湾民国啊，台湾民国流氓政府来流氓来遮，伊都不主权呐。所以，白打败总统，那赢得总统了哈、啊，选举选掉，伊拢讲不通、不读、不无、不无的讲我上天。咱想讲，哎，讲阿叫阿听。 伊要同意啦，毋是啦，伊要甲伊头家美国讲啦，伊要宣战权嘞，不有啦，伊袂当有所以，你想讲，记得健点遍菲律宾病死人，啊记得健开出来讲哦要要宣誓武力，讲啥物枪头摕落啊要拍，无可能拍，系表演嚟啦，伊伫媒体顶点样已经做合理讲哦，伊真正，敢若亲像要捍卫主权，无可能啦，菲律宾的头家美国啊。 啊！电话民工的头家嘛？美国，啊！美国有他有可能让伊两个人相拍，所以咱看媒体看新闻时，有当时伊拢做标语呢，做给宣战要形成有效战争的必要条件。你注意看这個宣战哦，宣战英文叫做、就是、declare war，declare 的宣告啦。所以开罗宣言是开开罗 declaration 宣告，啊，宣告啊先讲啊。 先讲的拍落来吗？无嘛，啊先表明，即叫做宣告的用语，宣战的用语。啊这诏书的是日本天皇按美国宣战，诶即个诏书啦，哦日本天皇按美国宣战，所以宣战的先立标哦，毋是讲你好，今仔去开一个记者会，哦、我宣战，安尼会当宣战啊？ 你诶身份是啥物人？战争最严格要求诶，就是即种物件。你身份是啥物人？啊，无你叫一个小兵仔讲要战争啊,說啊，战败啊，讲啊，迄小兵仔讲诶啊，啊，所以你家己刣死就好啊，我跟我无关系。战争是一个集体性诶意志诶，一个一个活动啊。大日本帝国诶宪法讲，天皇下当双掌，哦，啊，共和就是讲单单单合啦。 啊个缔约，这是天皇的权利，所以天皇是迄个国家法人呐、啊，法人最高位的那个、那一个、那一位的的的那个执行者啊。所以帝国宪法里底都讲了，天皇会当选任，所以我们叫这，有些教书是天皇选任的、啊。那共和立限制，美国的是共和立限制啊。 伊个国会通过，通过开始咱宣战，这是国会选战。啊，啥物人宣报？总统啊，总统讲出来讲，国会通过啊，啊出来讲讲，即两个条件要达到選，伊开会咱选战。过来，有效诶条件著、就是，要、啊、有明确日期、啊，要、啊、有时间点啊，较是有效诶选战哦，毋是讲你讲啊，我要拍啊，当时要拍，毋知。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号，日清甲战争，宣战。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号，美国嗯，西班牙宣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美国对日本宣战。日本先对美国宣战嘛，啊，过来美国对日本宣战，啊，开始战争。啊，过来理由呢？你要战争，你爱理由呢？讲啊，是因为什么款的关系？ 哦，啊，美国差不多拢是我为着要反反抗迄个恐怖组织用在这做理由啦、啊。吼，啊，其实伊动机大家拢知道嘛，伊毋是哩，伊毋是为着哩，啥物理由啦，伊是为着石油啊。海牙公约第四，啊、呃，第四公约第一条、哦，吼，著讲啊，开战宣言必须要附有理由，或者是明显的最后通牒，才能形成合法战争。 最后通电话讲，你十二个小时之内，你在导航，无我来给你拍；，还是你二十四小时之内，你在交换、交出人质，还是做上物动作，啊，无我会给你拍。这個、叫做条件啊。啊，宣传毋是讲你讲会使哦，还佫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啊不，啊，无违违反战争法。所以过去我毋知影讲。 哎，新闻讲，哎，伊违反战争法，小拍他有啥物啥物违反啥物法，小拍就小拍他违法即件代志。战争其实有啦，有规矩诶啦。中华民国有没有对日本帝国宣战？有没有？没有啦。你若去看即个战争回顾史一八一，你若看。因为新婚毋对啦，伊诶一个宣战都已经失效啊。 啊，开打啦！反正你也要拍、哦，要哪拍？用手拍，用脚拍，用石头，用飞弹，连怎么打都有规定呐。讲会使涂炭森林，讲做弹、核子弹直接落去啊！赢，讲会使安尼？那是被限制的啦。讲会使烧杀掳掠，哦，我不用我来我来遮，也、啊、要拍。哦，来你来做我的、那个迄、那个迄个奴隶，还是讲哦，你个钱拢摕出来。 怎会生呢？即种诶战争著是停留伫即个拿破仑时代以前。啊，中国诶思想大概拢是即种诶。所以感觉啊？战争啊，著、就是侵略，著、啊就是占领啊。所以我来遮徛伫遮啊，这著是我的。你观念是安尼啊？占领哈？战争开始发生是用即个占领做开始，咱诶思考啦。占领，作为战争法律的咧规定诶著是占领。 日内瓦公约就是咧讲啊，占领区、占领军、占领家的规定啊。海牙公约内底找袂著讲，win winning army 就是找无正义的这個军诶，这正义这个讲法啦。战争,、啊、戰爭法内底有讲著讲，伊咧注重的是啥？The a c c u p y i n g power 就是咧讲占领权，啥物人拥有占领权咧？规定这个物件。 你若专门专门甲对方征服啊，你著是有占领权啊。啊，占领有须知呢，占领过来哎，安怎占？讲到遮有开始开始有感觉战争做老师无？开始感觉战争做老师，毋通战争做老师？啊,啊，若要争爱赢啊，无足凄惨的像咱安尼。占领须知啊,啊，你若拄着武装人员没呢？都趴开啊！ 一定是拍开啊！武装人员伊开枪啊，立嘛开枪啊，开枪你开枪我开枪啊，你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敌人啊，两个面对面笑一下啊，无要拍啊，都已经宣战啊，无可能啊，一定是拍开。拄到武装人员就开始战争了，就开始打了啊。安个拍迄的是挣钱的迄个军事的即个策略啊啊，拍了若对方投降呢？投降也白基啊，啊来。 呐，拍死啊！敢会使。二二八，咱去克比仔。咱是是大人，咱的阿公、老辈因着是克北极啊，去讲，我要用讲诶，结果嘛是去用木屎啦。咱是大人，二二八死诶，只诶都是安尼啦。啊，中华民国刚有照战争法咧咧行。啊，遮诶人拍死，要去要去谈诶，拢知影有读册。 知要知影要安怎讲诶？啊，即个人无事了，咱遮无读册后代，就毋知影讲发生啥物代志，啊，开始洗脑，教咱洗做中华民国人。啊，拄着平民，敢会使拍？所以伊说咧，咧轰炸的时阵吼，都有一寡新闻记者咧，甲一寡会囡仔许拍掉啊，雕像翘起诶，老花，跟甲媒体报互看。哎、哦欸，真正袂使安尼，你袂使拍，平平民啊，袂使拍平民啊。

啊你！你要死啊！先甲你先去悄悄的看有啥物通坦退提无？哎，过来！一九四九年《改善武装人员伤患待遇公约》以及《平民保护》啊，战争是即个军人的代志嘛？啊，有兵民啊？你看了兵民，虽然是你的敌对国，你那个拍死吗？袂使啊！战争法咧规定即种物件，文明的国家咧战争的时阵有考虑着做这即种物件。 啊,不怕怕怕啊，无偷拍拍啊甲你去投物资，甲你救济，诶，这著是文明啊！台湾人有需要做兵，咱读国际法，话知影讲啊？原来咱做兵拢做戆大呆啊，伫遐咧效忠领袖，哦,啊哦,哦啊，啊,啊，逐个做兵查埔囡仔倒来讲，哦，我较早哦，你大胆呐，安怎安怎哦，讲甲尼规嘿，喙甲全规鬼片啊！ 啊，美术啊，做兵外厉害啦，几个拢做假啦。逐个做兵当来拢会安臭屁哦，我较早吼，胡立挺生是一千年啦，哦，拢咧讲这個，讲咧兵仔，咱讲做兵的兵仔话啦。但是实际上咱毋免做兵啊？《海峡公约》第四十五条，禁止强迫被占领地的居民向敌国宣誓效忠啦，禁止强迫被中华民国。 流亡政权呢、啊，占领的台湾的居民，日本台湾人的我们向中华民国效忠啊，违反这条啊。所以，咱那我杰苏克来讲哦，美国去拍伊拉克拍了，干会叫克强和伊拉克的人讲，哎、欸，你来做外边，你来做外边，阿哥就算领绿卡，你都免办这个移民啊，干会安尼。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那初级班都上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是咧几济啊？占领伊乃当移转主权吼，伊拉克就变美国的一周啊！啊，全国的伊拉克拢毋免办移民，全部全部摕绿卡、摕公民、摕美国护照，那会使占领若会使移转主权的，变得即个代志发生，有可能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的法院啊。 那来看,看这，暂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你哪上网这个 ICRC 监管叫一个迄个，这个这个网站你个你个个日语哈，啊来来吹，来对条文你都看掉。暂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四十七条，本公约赋予在占领地内被保护人的各项利益，均不得因占领领,领土的结果引起。 钉钉钉钉，好、哦、啊！加说讲诶，在任何情况下或依任何方式加以剥夺，你每当剥夺当地人民的基本权利，你也叫当地的法律实施啊！爱、啊、改中华民国宪法搬来，伊人过来，啊，甲因的迄套搬过来，啊，咱、啊、已经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了 啊！伊家迄部、迄套搬过来讲，这较是咱诶宪法啊！咱来参照即个宪法，啊，即、啊、民进党就信即套，所以台湾诶宪法变做是中华民国诶宪法安尼。拍、啊、久一一啊，拍一工会忝诶，一工袂忝啊，啊一礼拜开始会忝啊，因为真正是拢足紧张诶状态啊！啊，一个月，咧，一个月嘛足忝啊咧，一年咧、欸、啊，有诶拍个几若年诶、欸。 足忝了，战争的过程会忝啊，啊忝啊想，好啊，无卖拍很好，卖拍就刷吗？未刷，这这有代志爱做呢。卖拍有卖拍的规矩呢。战争吼分了分类啊，交战国占领跟善意占领了。战争那个时候就是处于占领的状态了。和平签约以前，和平条约签的,的时的时间以前，处在战争状态的。 好，这、哦就是交战国占领了、啊。交战国占领在作战以后，一方投降或者要求停战、投降、停战这种代志哦，这种战争来的爱发爱做的代志、爱做的动作啊。双方停火至和平条约签署前，即种叫做交战国占领了、啊。那和平条约签署后，强调啊，叫做。 友善占领的、就是讲善意占领期啊。军事政府的平民治理体系，即 civil，我把你看叫 civil administration、這個。这同时，对于占领事宜，无论哪一个阶段，都可以委托他国代理行使。啊，他国代理行使，这里公司，美国应该是来占领咱的啦。伊是主要占领全国，啊，伊委托他国占领，代理占领，啊，伊委托啥物人。 电话民国啦，伊委托嘛，个单据毋才會来啊。啊，即即个体系著是讲，诶、欸，美国国防部的陆军总署也有汇编啊，才才资料，著是有咧规定即个物件。即是一种战略状态。停火甲停战著是战争的过程里底，有当时会拄着啊，我无想要战啊，吼、哦，我都忝诶啊，我拍足足久啊，拍足忝诶，我无想要拍，一方无想要拍，啊。 一方无想要拍，就会刷吗？敢会使刷？未刷啦！按两边拢无想要拍，较小快会刷。我想安尼讲，我等下会补充半个吼。德国吼伫柏林，迄个时阵一九四五年，即两个人啊，戈尔佩、呃，戈培尔、博尔曼，伊要甲苏联讲，啊无咱停啦、啊，卖拍、啊啊，啊，足忝，拍啊足忝诶啦，啊佫天即个。 五月天气搁遮热个，啊出去拢流汗足艰苦的。安那安尼停一下好无？啊，结果，朱可夫要求，个，伊你讲你要停好哦，你爱导航，你德国你要停停火，要停阵会使，你爱导航。所以，伊要求德军无条件投降投降啊。结果呢，投降搁毋是，你军队讲投降会当投降个哦，他都双战是有有身份的嘛。 宣战是迄个皇帝天皇会当宣战嘛，也是讲总统经过国会同意会当宣战。啊，投降嘛，毋是你会当投降，所以伊讲超过戈戈培尔的权限，所以柏林的战士啊继续拍，啊，迄做忝啊。啊，佫袂使投降，想要停火、停战，啊，但是啊，继续拍，无法度。啊，所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号哦投降。 呃，啊，投降就停火，停火就沒事了就无代志啊吗？刷未？也未刷啦，做些代志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投降，啊，的停战交战就是交战停止啊。八月十五，交战停止，啊，这个时间停战停了啊，无代志啊吗？免做啊吗？啊，就无代志啊，无哦。 爱协商，协商什么会？搁写下接下要签什么物件？开始在讲啊！呵，我我导航我输啊嘛，我签什么物件、喔？交战国呢发生占领的情形哦，交交战国占领的这个时候，占领地区被称为我这独立出来讲了哦、喔，被称为独立关税区啦，customs territory，独立关税区。 大家敢知影？咱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用什么名称？敢知？关税区啦，咱是用国家的名称哦。哦，关即个独立关税区的意思就是讲，即卖战争啊嘛，啊占领啊，啊爱做生意无？物资嘛是爱进进出出啦，爱做生意啊。即个经济体啦，经济体啦。 在占领状态这个地区的经济体，还叫做独立关税区啊。啊，所以咱咖哩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是啥物会？就是这个经济体啦。好、哦，这是交战国的这个状态被称为独立关税区。这 WTO 的这个网站，咱大家可以去揣，啊，你甲加加这个 membership，这个会员。 WTO 会，你个字来去，你得看的只，好不？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独立经济区，啊、哦，这独立经济区包含了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啊，这个特别，那个叫特别关税领域，因为这这些啊特别，因为这个经济区包含了两个国家不同的领土啊，这个是特别。来，导航。 战争回顾史三百六十三篇，导航，导航，嘛有规矩的呢。啊，想导航，哎、欸，我我导航，我导航啊，别急下也找我导航啊。俺得说啊，导航有规矩啊无条件投降与全面停止战战争在法理上与本质不一样啊。导航，无条件导航，甲听证这是冇同款的代志 无条件导导航，行就是法，的法律就是讲，这种无条件无条件导航，刀刀刀这个状态不是经过协商的啦，不是协商的敌敌对状态啊。无条件无条件导航是因为对方的这个武力完全制服对方，啊，所以你无法度无无条件导航， 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属于国际法的惯例。无条件的导航是指即个国际顶面大家拢有即个观念，你投降就是導航，你无毋免讲条件啦。啊，天皇的无条条件的导航就是遵照讲啊，接受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言哪里去讲？导航嘛，有导航的协定哦，投降的协定呐、啊。那大部分即个 surrender。 拢是无条件诶啦，啊有一种有说看有条件哦，啊无安怎安怎安怎协商，迄种诶叫做吼投降协定，协调过的啦。啊若无条件诶，就是毋是经过协调诶啦，啊就无条件安尼啦。投降需要做的事情，投降要做事很多事情哦、喔。战争真到遮，我讲到遮已经经过，要诚点争啊，大家感觉忝无？战争足忝诶啦。 刚才听演讲的，讲刚在听一个战争呢。战争有投降典礼咧、欸，投降过来点，该办一场典典礼吼，讲诶、欸、我要投降啊。啊，这著是一种公告啦，讲，甲全世界讲，我真正要投降啊，毋是嘴讲讲的，这著是即个战争发内的。 爱去做诶代志啊！啊啊，导航是导航是八月十五嘛，啊，即典礼是十月二十五嘛，啊到，到九月九月初二，十月二十五是伫即个投降书诶后壁嘛，对毋对？导航先签嘛，伫即秘书伫即电文签，讲好我签导航嘛。 所以汝会看到这嘛？即纪录片顶面是所记记载啊，导航一些签即个投降书，啊，别靠一个典礼啊，哦，典礼的内场，咱来看内场啊。伫进内底啊，即个是一个典礼，啊，汝甲看中国兵啊，去夹，夹，夹毋知看看讲有啊，叫夹迄个看啊，白开啊，伊嘛来参加迄个投降典礼、啊。 奇怪啊！日本兵则用拍输，啊中国兵则滥拍赢，所以咱也是大人看，看着即个中国兵来时，感觉怪怪。日本兵雄赳赳、气昂昂的输了，啊中国兵孱弱的赢了，即、這个价值观完全冲突。典礼的内场是安尼啊，有看过外场无？ 有啊，你肯定有看过啦。你啊，上上过初级班应该有看过啦。这外场啦、啊，外场伊讲吼，中国战区、啊，台湾敢是中国战区，台湾是太平洋战区啊。哎，外国人可能看无中文啊。哎，这要骗上诶，骗看即个汉字诶，台湾人，中国战区啊。啊，看到台湾光复，台湾光复吼、喔，前提的是讲。 中华民国出生的时候，一九一二年的那个时候，台湾是你的领土。那因为战争的关系，暂时被人家拿走。那你在战争的过程，你又把它拿回来，那个光复、啊、了。啊，一九八五年的时阵，都已经挂好日本啊，啊个挂一部分西部西呃、欸、西部海岸区啊，经过日本照国际法，甲咱建构主权规定做开。那设施今仔去要兴台湾嘛，是兴西西海岸，到咱家呀。 东海要没那行，但是会让人安尼行吗？第二个问题，要行学什么人？伊也毋是中国挂出来，是大清帝国挂的呢。啊，中国完全接受大清帝国的领土，啊，这等等有的无的，中国敢等于大清帝国？伊敢是同一个体系的？不是嘛？啊，魏太讲驱逐鞑虏，因为驱逐不是他们的人了。 恢复什么会？恢复中华，所以根本就无敢讲啊！中国历历千年来拢是被一直被被殖民的，所以他们的独立意识很强、啊。哎，种独立意识很强，你来来个台湾哦、喔，伊的高丽人爱独立，高布兰爱独立，因為一直被殖民的状态嘛。啊，咱经过你，咱当然过去咱嘛是全世界做侪地区拢是被殖民的。咱经过日本的调教。 经过国际法，把咱的主权建立了后，咱是一个有制度的国家。但是因为战争胜输啊，变更仔去咱的外口。你最近看顶头，美国国旗插伫顶头。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啊，所以伊毋才国旗插伫顶头。啊，这大家较早拢无咧注意的。来个民政府，我知讲，哎哟，啊，它顶、哎啊、头是美国国旗啊，啊，下骹却是车牌白。 台湾官府啊，好吧，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会场，这外场啊，内场甲外场无共款的。终战哦，拍卡车要结束啊！签署和平条约，终战你都要签署和平条约啦。你唔是签投签投降书就好啊，你要签署和平条约。啊签的时阵呢，比如讲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甲同盟国吼。 底届咧十一月十一号宣布停火，经过巴黎和会长达六个月的谈判、谈判啊、协商啊，東西都侪物件拢会回到到讲谈判、协商这個部分。啊，所以底家凡尔赛宫枪啊枪了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签署和平条约，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和平条约生效才是战争结束 生好啊！战争结束啊！所以讲啊，遮战争煞未？阿未煞？我拢做想要煞咧，啊未煞？啊，未、啊、煞？欲创啥？要继续拍？无咧和平条约，若欲继续拍，各位头来呢？要宣战呢？啊个顶头来呢？这未煞？靠，做一代志还做诶！战争足啰嗦诶啦，比结婚较啰嗦啦。 你结婚一讲嘛，啊战的嘞过了当啊，撤军依照条约来的即个来的有关于战争结束哦，第六条和平条约第六条就要下了哈、哦，生效后和平生效后不得撤军，不得晚于生效后的九十日，爱撤军啊，台湾告撤军，美国告撤军，表面看还有啦，撤军。 敢买签？爱签无？汝。敢买爱签咩签下手啊？我、哦、今仔日汝讲国制法诶，拢无人举手。汝感觉爱签咩签下手？哦，系啦系啦。啊，你感觉撤军啊？和平条约签了啊？毋免毋免个签上物，撤军，毋免汝感觉毋免签咩签下手？哦，系啦,啦。我揣物件汝看。啊，咱民政府哦，咱尽量爱。哦 可以建固，卖用讲诶，伊拉克撤军啊。单纯的伊拉克战争为例，哈，美军只是进入征服、占领，协助民政府成立，一起军政府嘛，协助民政府成立，然后主权归还。当时伊拉克处于不安定的状态，然后美军政府仍然留在当地，但是新总统奥巴马答应六个月撤军，最后美军陆续撤撤军了、啊。看一下那个。 那个档案撤军的那个档案打开，我文件啊，一撤军是有签的、哦，我签这页撤军的协议、哦，加 agreement 加叫下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Li、R O I 啦哈，这伊拉克诶个国家哦，on the withdrawal of 美军的军队从伊拉克撤出。 d 这些就是撤军了。来看最后一页，看最后一页，唔，叫枪嘛，你也看，叫枪嘛，USA 啊，for USA 啊，这是伊拉克啊，伊拉克共和国，爱枪咩呢？协议撤军爱枪咩呢？啊，网络。 一个人唔捌，咱就乌白讲。哎，好看个啦，形式个啦，艺术一个啦，即种物件拢做严肃个。你甲讲艺术一个，讲遐、啊、无效个，也是讲遐形式个，爱毋是显示家己个无知吗？战争人只功夫爱去做即个物件，做即个动作，即即个啦，个啦，十页个即个即个，咱讲撤军协议，安怎撤？从哪里撤？什么时间？ 签、啊、个物件，无知的人讲啊，迄拢美国人拢要照国际法的啦。所以，遮侪人毋捌啊，我白讲，啊，是讲讲固在一想，家己转。好。来，咱这禁、個、掉，撤军耍未？要袂耍？我多想袂耍嘞。要 <laughs> 袂耍？撤军要袂耍？来。 敢会使卖撤？你讲讲签了么？啊，我我买撤军，敢会使卖撤军？我无爱撤军，敢会使？未使啊，未使啊！啊，咱来继续看啊、喔。条件是撤军，有条件哦、喔。是战争做律师的，所以等下要跟恁亲人讲：战争做律师千万当战争。除了和平的因素以外，因为战争很啰嗦了哈。 美国承认古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美国将拒绝从古巴撤军，除非古巴答应一些条件。爱党，他来撤军，所以撤军签之前，签撤军之前，那都需要写章嘞。啊不，你说后来撤、喔、撤的撤、喔，没啦，没啦，对，来过来。 甘单恭喜啦！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告好，五号，选到五号，选到五号，口头上承认，刚哥五，哎、欸，一直到现在，<對>所以所以有有效。我我想吼，哎，我想吼，咱、欸、咱。 那我们过去受了一些教育，所以有一种错误的认知价值。我们认为一个问题的答案，它只有对跟错两种答案，就是这样子正反两面。但是我们不会从多重角度去看。有效、有效的都有啦。我我给大家提出来，那以有效是有效的什么所在？啊，那无效是无效的什么所在啦？好、哦，咱咱来安尼想啦，想这问题，无效、无效的什么所在？开罗宣言的认知啦。 开罗宣言，哈，甲波茨坦宣言，甲日本投降文书，甲旧金山合约环环相扣。你若要理解这个开罗宣言，一定要各家物件拢做伙起来看，才能了解开罗宣言的文文原文件呢，原文。开罗宣言三面人讲，哎。 都借人讲诶、啊，哦，哪一些首首领啊？哦，哪一些首领讲诶？尔人讲诶，我刚刚去讲一下一个哦，丘吉尔、罗斯福，啊个这个，搁介绍下，蒋蒋介石，啊有啊，开罗宣言，开罗宣言的是战争盟军的一方。 单方面讲的啦，开罗宣言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吼，可比讲啊，你也土地，你也土地，啊，阮三个家己去拍，啊，阮三，恁去拍中间，阮三个讲，下咱征了吼，免咱分伊个土地安尼啊，即叫做开罗宣言啦，即种叫做开开罗宣言先讲啊，讲起来空啦，因为征了要签条约嘛，有一个参考个即个物件叫做。 Declaration，宣言的用意是安尼，但是签咁一定要完全照开罗哎，照头前讲的做，咁咁来，唔咩嘛？咁款啊，阮厝那人讲咧装潢，甲迄个师傅讲讲，哎，我这怎做变啊做变啊做变啊做，啊，但是实际动工的时候，我讲想、欸、要改，敢会使？会啦，想要改会使啦，因为迄、那个。 迄个讲啊人，也是讲师傅，会会讲啊。我这可能，我想要改课，呃，堂仔较大的安尼会使阿姨来改。啊，所以头前讲迄、那个，迄、那个宣言啦，后壁讲这直接做诶，迄个是实做啦，直接实行诶啦。开罗宣言是啥？简单讲啊，开罗宣言就是讲，叫叫国际大师讲诶嘛。伊讲，伊是一种教示，无一定是签字啦，伊是一种政治诶主张啊。 开罗宣言的是战争期间的政治主张啊，是一起集中主张啊。开罗宣言共三页一百七十一啦，哈，这个台湾战争史回顾。一来对讲英国主张台湾回归中国，美国讲袂使安呢，爱先经过托管哦。杜勒斯讲诶，爱托管，然后然后后来独立，但是感觉讲这不是最适当的？这不是最适当的。 啊，所以总黑嘞，教今仔日开罗宣言在这个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点，以广播发布公告，全世界，枪门，叫我枪名。我听要你讲啊，以广播公告全世界，广播伫空中的声音免咱枪名。 广播发布在全世界啊！伫空中，要签个咩名？伊是讲个，大家政治主张讲好啊！广播讲啊，以后安怎安怎樣开罗宣言的重点啦，毋是伫伊是毋是有签名啦？重点毋是伫遐啦，是重点伊以后变怎实现啦。来，底讲的内容以后要变喏做要变喏实现。开罗宣言要看伊个重点是伫遮啦。 所以，国际法律的未接万国公法，让他多少讲啊？国际拢相应、拢遵守的国际条约、国际协议、国际条约，没塞违反万国公法。国际条约没塞噶别人的国土割让啊！台湾就是大日本的国土实行宪法规，这是领土啊，所以条约袂当做这個动作 袂当做割让，啊，谁呾大清会使割让？大清迄个时阵，台湾是伊个殖民地、屯垦地啦，所以会使割让，是安尼啦。啊，过来国际协议啊，哦，国际协议，拢袂当超越这个这个条约啦。所以啥物？多边合约、双边合约，拢袂当超越。这个叫金山和平条约，一来都有赢啦，里面有写啦，其他的之后。 日本跟其他国家签的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所限制的范围了，也也法律才有一致性呢、啊。所以宣言或者是公告，一起签条约之前的参考性文件的形式啊，参课呀，没一点爱弯转者了。所以波茨坦宣言来都有讲啊，哎噶日本的主权限制在已经嘛上面九。 呃，九州本国，哎，这么这么，这个这个所在啦，哦，四国这这这这个所在，波茨坦宣言有达到它的效益的，但是旧金山和平签条约签完之后，那个有做完的就有效，那没其他的没有做的就不无效了啦，所以开罗宣言无效的所在，跟五效的所在，伫这个所在啊，敢无效？ 来，开罗宣言不好时先啦。中华民国吼伫即个一九五二年的时阵，伊爱有国家的主权，伊较会使主张讲，我下我正正有讲开罗宣言呢。你有国家的主权啊，你较会当主张你较早讲的啊。啊，一九五二年已经流亡啊，伊袂使开罗宣言讲你袂当发动战争啊。啊，就蒋即个讲，哎，毋是，迄是阿强啊，伊去发动战争的毋是我呢。 你拢是中国，拢是中国。袂人讲啊，你是中国，所以美国的一种政策就是伫遮观念，就是伫遮。你拢是中国啦，阿强个发动战争嘛是中国发发动战争，你发动战争嘛是中国发动战争啦，一种政策啦。台湾的领土若要经过转移啦，主权若要转移，要经过条约啊。 旧金山和平条约刚好下，台湾的主权转移给中国，无啦，所以无效，意义伫遮，开罗宣言无效伫遮，所以中國中国国民党做开讲开罗宣言，但是伊无效，就是伫遮，所以重点就是中国台湾产无到，追无到啊，咱毋免烦恼啊，咱只要遵照国际法。 咱要倒转去历史的观点，你我拢是历史的见证人。咱今仔日加入台湾民政府，著是一直在行一步，行倒转来历史的观点。本土台湾人，赶紧醒过来，帮咱你亲人朋友赶紧醒过来。遵照国际法，咱台湾有出路啊！咱台湾开，咱行出，咱即卖政治人格的困境今講講講講講。今仔日演讲到遮，多谢。 啊，各位同行啊，我们现在请往餐厅好，第二教室那边啊，过去那边集合好。我们现在往餐厅第二教室集合好，谢谢。